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，开辟险路，奇袭敌军，屯田日久，当建奇功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偷渡阴平，直取蜀汉。吾或蜀克敌，尽葬于奸贼之手。文为示范，行为示则，兴修水利，垦辟荒野，军民并风，乃国之大事矣。克服山险，奇袭敌后，瞒天过海，乘虚而入，轻甲急行，随我破敌。神兵突现，防不胜防，汝等小人竟诬我谋反。积蓄粮草，准备应战，兵精粮足，决胜千里。险路已过，全力冲锋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敌军败将已露，冲啊！千里奔袭，必其功于一役，何故杀我？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，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兵断不可无粮啊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为国效力。哪里走，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君不知臣，臣不知君，罢了罢了。屯田可充盈军资，屯田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，粮草到手再做主张，手里有牌，岂会怕你？晚了可就没牌了，早入蜀都，先到先得。算尽他人，独不自知啊。五谷丰登，战事无忧啊，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一百亩良田，酬将军沙场之功，有粮草在手，将军可添胜算，这是老天都眷顾我们呢。战机瞬息万变，需乘胜即袭，为国为主，竟蒙此冤。战者粮草为先，静待时机，一鸣惊人，事在人为，天险又如何？就是取利，扭转乾坤，时机一到，先发制人，以快打慢，袭敌不备。我道世间多君子，粮树一季可供三年所需，驻军田亩已成寨，则粮秣无余，开凿险路，兵行快招，以险取胜，谋划已久，兵行险招者，岂可按部就班？唯急袭方可攻不备。唉，忠心不及人言矣。